Ready? Go! M 大师只剩下一个克隆了，四期的克隆啊，也就是咱们俗称的 K49， 三期 K49 角落里怎么打得？刚飞机小孩这里有气就直接突破对方的压制，好反击，这个雀斑打不死克隆，但是已经可以把对方血条啊给它变成黄条了，对方要拿下师娘了，最终还是要靠克隆啊。关键的时刻到来了，小孩再给一下对方就没有了。同样的 AM 大师如果顶住了小孩这波进攻的破绽，那么他可以把小孩也给他干到最后一口气，可以说基本上到了双方斩杀线了。 AM 大师还在努力啊，他现在手上还有一气，小孩手上两气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小孩这边还有三秒钟，两秒钟，小孩拿下了日本 M 大师。好了，两个人用的是同样的阵容啊，中国小孩一批，二批是日本人 Lagia， 首发都是 Q 库森 Nagi 啊，草剃精。这个版本草剃精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宠爱啊，很多人都喜欢用草剃精啊作为对着主力的先锋，作为草剃精这个角色是和打先锋战的啊。爆发力比较强，那现在角落里怎么打得呢？下盘摸奖没成功，滴滴偷一下，现在角落里还在做一个封堵，能不堵成功呢？小孩现在又把拉菲亚给压制了，继续进攻，大家不敢乱跳啊，又是一个跳入，拉菲亚判断失误就挨揍啊。好在这里小孩的气还是比较的匮乏，没有用大张眼的人段，拉杰现在把血量给他反超，来血压逆下被小孩直接先夺，抓你落地硬直一套带走，第180是大圣，一模一样的角色啊，一模一样的角色。哦哟，拉菲亚现在的阿珍好强啊，小孩的阿珍顶不住了，被对方磨血磨死。阿珍上来就猜到了小孩的想法，直接对空成功，解空了。克隆现在手上四气又被小兵派到。这家伙猜的怎么这么准呢？克隆这个纵腿逆向压制有点慢了，确认失败。空中打两德，小孩这里判断失误，被对方骗逃，角落里了。克隆下盘再次失手。无责任压制搞得小孩的克隆也是疲于奔命，这个打康迪加前程之龙，哇，这一套连段小孩没有成功，又失误了，全是败招。这里为什么呀？这是紧张了吗？克隆这个 CD 真的是没有说啊，全里面最强的一个是跳 CD。 现在四期克隆手里有蓝不慌，不过现在小孩也很着急，因为
要去打张吧，接了一些啥打不死小孩了，还有机会啊。OK， 现在是中小孩对待日本讨日本狼亚的啊，都是同样的角色，讨提金对战讨提金。终于是抢到一个重拳的机会，好悬啊。当前的局面对于小孩来说是处于一个优势，与对面只剩下一个灯了啊。日本拉克亚对战中国小孩，现在优势掌握在小孩这边，他的中间政客在角里疯狂的进攻啊，拉克亚现在只有被对方无限的那种感受了，角落里踩两脚，Fighters 15!